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注册和管理您的账号，创建新频道，使用 Google 账号，您可以观看视频、影视频以及订阅频道，但是如果没有 YouTube 频道，您就无法在 YouTube 上公开表现自己。即使有了 Google 账号，您仍需要创建一个 YouTube 频道才能上传视频、发表评论或制作播放列表。您可以使用计算机或 YouTube 移动网站来创建新频道。创建个人频道，按照以下说明，创建一个只有您使用自己的 Google 账号才可以管理的频道，在计算机上或通过移动网站登录 YouTube， 尝试任意需要有频道才能完成的操作，例如上传视频、发表评论或创建播放列表。如果您还没有频道，系统会提示您创建频道，核对详细信息，包括核对 Google 账户名称和照片是否正确，然后确认创建新频道，使用企业名称或其他名称创建频道。按照以下说明，创建一个可拥有多名管理员或所有者的频道，您可以使用品牌账号创建一个使用不同名称但仍可通过您的 Google 账号进行管理的频道。详细了解品牌账号，在计算机上或通过移动网站登录 YouTube， 转到您的频道列表，选择要创建新频道还是使用现有品牌账号。点击创建新频道，可创建一个新的频道，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您已经在管理的品牌账号，为该品牌账号创建一个 YouTube 频道。如果此品牌账号已经有了一个频道，您将无法创建新频道。如果从列表中选择该品牌账号，您就会切换至其关联频道，填写详细信息来命名您的新频道以及验证您的账号，然后点击完成，即可创建一个新的品牌账号。要添加频道管理员，请按照更改频道所有者和管理员的说明进行操作。详细了解如何在 YouTube 上使用以企业名称或其他名称创建的频道。